Barcelona.买一点零食回去，因为太饿了。我买点啥，青云？买点狗粮。是斑马线，我跟我朋友说斑马线断了。这家餐厅叫做 Tuscania， 然后是一家意大利式的西班牙餐厅。这里风景很好，所以我们选择在外面吃饭。然后我们下午要去，谁的家来着？巴特略是吗？对，巴特略这家。中国的奶茶店喝奶茶。所以头哪儿去了？我们再来一次啊 ！OK， 这个小，一、二、三。我前面怎么这么快呀、啊？再来个大的啊！最后再一次，一、二。
我们今天早上去了这个巴塞罗那的教堂，我们今天下午打算去毕加索博物馆。其实我已经在巴黎的时候我已经去了一次了，离的毕加索博物馆很小，所以不知道今天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会是什么样子，我们敬请期待吧。现在我们要去音乐厅，我们晚上八点有一个音乐厅的一个 schedule， 然后我们正在前往音乐厅，而且这个音乐厅呢是以前拍过《蓝色大海传说》的地方哦。看看外面的这个还蛮好看的，当时女主就是蹲在这里，全智贤跟林允浩在这里拍的那一个场景。现在干嘛呢？刚洗了个衣服，大家看在后面这里都是洗衣服的。我刚洗了个衣服，现在正在拿熨斗熨它。哟呼！哎，这不是我们早上来的地儿吗？哦耶！哎呦我的天啊！我教堂里面出来呢，我在广场上面遇到了一个老人家，然后他就在发传单，说晚上在这个剧院里面会举办一个弗拉明戈的表演，就是专门为圣诞节而举办的。现在正在去剧院的路上。这个是要去教堂。一共花费26分钟，然后我们再退出去看看走路23。一蝎子当街摘橘子的行为，橘子摘得犯法。想摘了一个还想要摘一个的思琪同学。到了一家餐厅，因为今天圣诞节没有什么店是开门的，所以我们随机找了一家餐厅，然后跟这个服务员点菜的时候，发现他一句英语都不会，然后我们就连比划，再加 Google 翻译，然后点上了一盘菜。
如果我们用中文点菜，应该也是同样的结果，所以我们还是用中文交流吧。